Hello，各位朋友，一首陪伴。妇人96有余，丈夫早逝住公屋，一向身体能自理，养花煮食独个住，两女各自有家庭，年纪有到60余，年前跌倒送医院，药物多食心乱治。有时忘记至亲人，两女轮流来服侍，不望病情能好转，只望平安度晚年。多谢各位。